最印象深刻的那一瞬间，我们俩一人说一个。我是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一瞬间，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一瞬间。那我也是第一次看见你。默契答题，大家两两搭档，在十分钟内呢，在校园里手牵手散步，尽可能多的去收集关于彼此的信息。时间结束之后回来答题，答案一致则通过。如果失败了，就要再次出发聊天，五分钟以后可以重新作答。最先完成的两人呢，就能成为本学年的校园人气王。好，那我们公布一下分组，还是明浩跟 Henry， 黄子跟迪哥，然后阿萨跟金晨。想想问题啊，想想问题。对，我们要想一个很好的策略。然后小童跟仙宁，我们俩今天就是一整个锁死。对。然后大靖跟艾伦红蓝 CP。CP。咱俩可以复习、啊。我觉得也没这个必要。走吧，走吧，真的牵手吧，这样，像我们要这样挽着，挽着，挽着，手牵手，我们一起走，哒哒哒哒。怎么从哪开始聊呢？啊，就基本的。身高，身高，177。OK。啊，你呢？180。好，好。体重。体重现在64吧，我60，你60啊？其实我现在是58。哦妈，你能量多吃一点。58，我现在。我刚出道是58，我还记得。哦，民族，民族，羌族。哦，你是羌族？嗯，我是羌族。你真是羌族？我没有改那个民族。我满族。不是吧？满族。啊，这个我真不知道。对，你现在知道了。我是1982年11月22号生日。我是1990年9月5号。你几几年？88年。我是96年。哦，你多高？163。那你也记我163吧。嗯。我出生在佳木斯，16进的国家队。拿过几个 CBA 总冠军？不可能问你这职业的问题。肯定问职业的问题。我觉得是跟职业毫无关联的。他们会不会问我们这几个女嘉宾谁好看？不会，你这电影就是。我觉得多好看呢。哎呀，你必须得选一个呢，选不出来，选不出来啊！妈呀，你能选出来？我能。我觉得萨姐长得好看。是，完了呢？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她。哇哇！哎，他们会出什么题嘞？会不会是外号？我叫大喜，金大喜。对，你知道金大喜？哦，我知道我的角色。对对对。对我昨天就看金大喜，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好可爱，而且我又姓金，我就觉得哎，这个名字也很适合我，然后我就给自己。好巧哦，好有缘分。我以前有同学，有些同学叫我面包超人，嗯，因为我的脸很圆，就郑伊健说我脸好像一个打扁的菠萝包。说话这么重吗？大口真重。哎，他就是这种人。一点面都不给。对，不是一个好人。将来还有什么别的刁钻的题？我的荧幕初吻跟陈奕迅。对，偶像约翰尼德普。我也很喜欢 Johnny Depp。 你最喜欢什么花？我喜欢向日葵。向日葵我也喜欢。是吗？对，快记不住了。你出道几年了？16年。我是第九年。对，第九年。那明年就十年了。是十年啊。还有什么几岁开始学习啊？我3岁武术嘛。3岁啊？对啊。3岁能走路吗？人我3岁啊，就走不了。3岁都说话了。哦，是吗？大哥。啊，你呢？我6岁开始小提琴。小提琴。7岁开始钢琴。然后我是10岁开始 breaking， 我大概也是10岁开始 popping。OK OK， 这个类似的。OK。最喜欢的食物？其实没有，就是没有。你有没有什么明显的你最喜欢的？喝茶。哦，我也是喝茶。喝茶，我也是。你也是吗？对，我粉丝都了解。普洱茶。
你也是？我是普洱茶，我真的，我真的，我普洱熟茶，我喜欢那个什么三十年的那个。你是喜欢老茶？老茶，普洱老茶，对，越浓越好。但是老茶的话，它其实是生茶，因为只有生茶它可以才能越放越老，熟茶的话它放老了也不会有那个味道。就我胃不好，我没有，所以我必须得喝那种暖的熟茶。我脑不好啊。好的，你脑子不好，那你这没法补呀，脑子不好没法补。然后还有这个节目最印象深刻的那一瞬间，我们俩一人说一个。我是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一瞬间，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一瞬间。那我也是第一次看见你。哎呦，怎么感觉这好浪漫啊。你是哪的人啊？我是广东人。我是天津人。你最近刚拍完的什么戏是什么？叫我的妈妈是校花。我真的，我的妈妈是校花。我拍完叫余生有涯。余生有涯。对，我们俩像相亲，有没有？自我介绍相亲。然后我喜欢紫色。我也喜欢紫色。你是 O 型血。我也是啊。杀青后最喜欢做的事儿，美甲。我也是。我妈呀。我天哪，蝴蝶，蝴蝶，哎，一样的，天哪，我们是同款之前，都一模一样，天哪，这默契就有了啊，是啊，咱得来一个必胜的那个必胜的办法，就是不用再唠这种办法。关于你的问题，咱俩定一个；关于我的问题，咱俩定一个，对吧？对，咱们定一个数，定一个事儿。行，你最喜欢的一个事物定一个，然后问那个不是那个关于数量问题，你就说你那事物。我感觉这个问题你肯定是草莓。我肯定是草莓，肯定是有草莓。那就我定草莓呗，肯定是有草莓。何比峰就是你什么郭艾伦最爱吃的和最不爱吃的，咱就是草莓。对，他要问颜色，咱也是草莓。草莓色。对，郭艾伦打什么球？草莓球。行啊，他最爱的运动啥？草莓篮球。就是草莓，就是草莓。那我说你什么呢？我想想啊，你呢？什么是代表你啊？划水吧，好记点。行。数的话就说，哎，你一场最高得分多少分？写十呗。十分那确实有点少点，有点过分了。十五和二十吧，要不就。十五二十行。你十五我二十。行。那走吧走吧，先往里回走了，阴天了。你走了。咱俩没到走了，我感觉这十分钟咱俩是混过去的。别人十分钟肯定比咱俩强到哪去，一个可能强点，一个可能强点。我是那个有一个妹妹，不会问这种吧？身份证号码后四位，这个不会问吧？我16岁开始学的美声，师从哪位老师？有没有那个？有师从过，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问。哎，说不定有那个题，杨迪几登春晚？哦，我上没上过春晚？没上过啊，因为你之前跟我说过，哎，春晚白上了，我两次，没逗你的。想想还有什么参演过哪些影视作品？哦，有没有可能？还真有可能。我第一部电影《变身男女》。变身男女，你演的男还是女？我演的那个馒头男。馒头男，不会出这个题的，我就是想说。你有没有演过影视作品？正在拍，还没上。拍戏啊，对，最近不是有一个电影的一个特别出演，叫《蜀道三》，跟惠英红老师那个，还有张佑浩。你演什么角色？我演惠英红老师的儿子。那还是有点戏份重啊。还有两场戏拍完我就杀青。应该不会出这种题吧？应该不会，感觉没什么了。除非还有你，还有不为人知的。不为人知的秘密，我想一下哈。我悄摸跟你说一个，我其实打过美白针，越打越黑，黑了真的一个度。是打过以后不能那个晒，不能晒太阳，你不知道哈？我不知道，反而把它晒，哇，爆黑，后悔死了。因为我有点觉得你的黑有点over 黑哈，有点那种碳化的那种。对对对，走，直接回去。怎样？你们，你有什么对策没，迪哥？对策，我们俩就是真的是相亲一样的作答。我俩把啥都家底聊干净了，对，你俩一顿聊，我俩啥也没聊，哪儿毕业的什么的，高考房产证啊啥的全聊了。你俩本身就互相很熟了，我俩但是不知道问啥问题。我感觉有人已经回去了。OK， 好，我们准备好了，随意问，我们都已经
我们先试一次，来吧。好了，准备好了。我们刚才已经很深知对方的习性、喜爱。我们现在变成一个人了。变成一个人了。那倒不至于啊，我倒不这么想，因为他说他脑子不好，没法补。来吧，好的，来第一题啊。蔡依林，林浩的腰围是多少？啊？你这自己猜吧，没办法。五、四、三。二一，好，请展示，请展示，看一下。哦哦哦哦！我猜的，我猜的，我猜的，我猜的。我真没说，是因为这样，我们说到一些，他出道的时候跟我的体重一模一样，然后我出道也是这个体重。体重现在64吧，58。我刚出道是58，我还记得。哦，哇！天哪，你们答对了！啊，所以我们可以上飞机了。走了，好开心啊！一题答对。呀，这样真的？再玩几个吧。对对，再来几个吧。天哪！哇！可以，徐 PD， 来第二题。Henry 身上有一个地方是假的。呀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个？请问是哪里是假的？是装上去的。假的，装上去的。嗯，这问题好奇怪。装上去的。等一下，这个。啊！你好好想一下，这个就试一下。好，来，五秒钟作答时间。OK。好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请公布。你的大牙是假的，这两个，因为我本来像小白兔一样。答对。在这等着哈。娜娜，我们第二个回来，我们先在这候着。时间顺序，排队。来问吧，不行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先说，在那边问，在那边没问呢。我想再玩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能猜出来。好，来。林浩的人生终极梦想是在哪里买房子？好了，三、二、一。这什么？海边。海边。哦、巴厘岛。巴厘岛。海边。哇！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来最后一题啊。最后一题。Henry P 图脸会 P 哪里？那我可以看看他脸吗？好，问题是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就好，那你给他看你的脸。你跟这个地方可以，你跟这个地方可以。啊，我是 good face。我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这个有点不好回答哈。你觉得我哪里丑呢？不丑不丑不丑，没有什么好 P 的呀。哇，那就写吧，来吧，来。我写好了。好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请展示。啥？眼睛啊。我一直觉得我的眼睛小啊。其实刚才我也有注意到，但是不想说出来。他人好。没有觉得眼睛小，感觉这边的比这边的小一点点，有点大小眼。答错。好，你们真的吓到我们了。不愧是两个学长哈。蔡依林。有请下一组。哦，我们。先坐。听说你们一直在预判我们。我们已经就是把那个出生时的那个床铺啊，那些都聊了。接生的护士姓什么？对，张秀兰。瞎编的。瞎编的，瞎编的。好，来喽。黄子的新歌的名字是。黄子，我想揍你，我真想揍你。我当时我就说，节目组肯定不会考什么歌啊什么这种，送到嘴边了都不要。不会问你出的歌吧？这个有点恼火，我觉得他应该不会问，因为他们也不想出这种题。对，出这个题卡在那儿，到时候你说谁不知道赖谁呢？好无语啊，好无语啊！因为他们肯定是听到了，然后就有人通风报信，你还笑的。你看我们都印在上面的，假的，现打的，不信。三、二、一，请展示。
我你有这歌吗？有这歌吗？之后绝对出一首叫《无懈可击》的。好，迪哥等我。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有这个感觉。没事，就第一题，就这道题答不上来，其他题我们都能答上来。哦，我们得让你们一个，不然我们全答对了，你们又说我们偷题作弊，来吧。好了，那我们想多留点那个。你们失败了。我们没了，就对，继续去聊。就这一道题，累得要死。我们俩其实太幸运了，我们俩一题直接中了。烦死了，真烦死了！昨天直播间还唱了吗？不会再问音乐题了。来，有请下一组。考验咱俩并不默契的时候到了。来了，郭艾伦小学的时候曾经获得过辽宁省辽阳市什么项目的二等奖？请作答。咱俩怎么说的？想好了啊。来吧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请展示。请展示。吃草莓二等奖。吃草莓比赛，他们俩作弊了。作弊作弊。不是，我从小就爱吃草莓。我知道啊，他吃草莓一天吃四顿。这不算，这不算，你们得在新闻里把这个找出来。我从小只要是草莓雪糕、草莓蛋糕啥我都吃，然后我天天训练吃草莓，然后结果真有个比赛是小学的时候。怎么比的当时？就比赛的前一天，然后我不想去那天，我特别沮丧，我心情不好，因为啥？我那时候我觉得我吃草莓的能力好像下降了，当时我就觉得我怎么练我都练不上去，我原来一天能吃八斤，就比赛的时候只能吃二斤，然后但是就我家长啊，我爸爸妈妈鼓励我，还是要放开你自己，放开了吃。跟你说我都信了，哥。后来我吃的八斤二两，超过了我曾经八斤的记录，然后得了二等奖，有一个比我还能吃的。有个吃草莓吃了15斤，好像那咱俩赢了，那算了啊、就是二等奖，加油，继续加油，赢了吧？赢啥呀？你是那个呀，作文我与 CBA， 我写了作文，明浩答对了，再聊也出不来结果。有请下一组，完了，好紧张啊！我没去了，加油，你们可以的。Hello， 两位双马尾，哎，这不写对了吗？这是他们的。硬凹是吧？哦，硬往上面凑这个答案，他们企图达成一致，所以又出去聊天了。好，请坐，背对背。第一题，刘些宁合作最多的男演员是？完全没聊过，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啊？请作答。没事，就按我们的套路来了。好了，来吧，三二一，请展示。一样。走吧，走吧，五分钟。这个跟草莓一样的。完了，又发五分钟。这么说吗？他们俩是卡 bug， 他们都写忘了。卡 bug 不行。他是谁啊？黄新月。这太难了吧？我们俩真没聊这个。那所以你们继续再聊一会儿。天哪，怎么会聊这个呀？这次是输我的，下次肯定是考你。不是，他如果突然问我合作男演员最多是谁，我都想不起来，因为我是跟他合作太多。是吗？嗯，每部戏都有。哎呀，我合作最多的男演员是谁呀、啊？张若昀吧，白宇，他们俩都有三部戏。哦，那我们就写白宇。对，白宇好写。哇哇。想想啊，还有什么题？下个是我了。你现在说一个，就是你在网上能搜索到最年轻或者是最小的时候或者最奇的事儿。107，是这样，记住这个数。就记住这个干啥的？就是我摔倒了107次。这个有点太跟运动又贴上了。这样，搞笑点的事。奇葩搞笑点的，我小时候穿过三条裤衩子。那没有过，那不行。你喜欢的那个歌手啊、歌星啊也好是谁？我喜欢周杰伦。你喜欢谁？周杰伦。你也喜欢周杰伦？那这个好记了啊。到了，五分钟到了，那我们啥也没问着呢。来，有请下一组。差不多，紧张，信心满满，感觉好没有自信啊，这一组。因为我们很多都忘了。主要聊了哪些领域和方向？有信心吗？我家里几口人啊，什么生平生平有
聊浅聊里，那没怎么聊。好，那我出题喽。好的。如果阿萨一定要从现场的男嘉宾里选一个组 CP， 会选谁？虽然你恨我，但是还是很爱我。而且我懂你的心。好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请公布。谁呀？请公布。哇！什么？选我啊！选我啊！选我了，真的吗？主 CP 那肯定是我，因为就是不会造成任何风浪。你真的太了解我了，为什么你会知道？我们根本没聊过，没有聊到这个领域。金晨是怎么分析的？我就是不知道，就是可能连接上了感应。金晨，那我呢？啊，你是谁？哦。好的，恭喜两位答对了。天哪！有请下一组。来。好，来了，迪哥，2023年有聊过吗？有聊过吗？关于迪哥2023年。做过多少？哎，不要回头。啊，不是回头，走吧，五分钟。不知道在聊什么。来了，来，迪哥，2023年做了多少档综艺节目的常驻？请作答。多少档？他也不知道吧？其实我没有算，我算了吗？我们算了，来吧。谁让你们去算的？我们。好，有些没播的。比如说他会不会问我2024年一共录过几档节目，你数了吗？没数，其实我不知道。我真是不知道。有写完了？行，随便写了一个。好，好，来，三二一，请展示。你写几？我写11。迪哥答对了。我答对了。你快说一遍。我因为数了一些不够，但是我后面就自己瞎编的。哇，是11啊，11个常驻，好夸张啊！我天哪，好多经历啊！新环嘛，青春环游记，王牌对王牌，一起露营吧，火星情报局，听说很好吃，你好星期六，万卷风雅集，等。走吧，溜达。好了，加油。还有哪几个说漏了呢？其实很接近了，我才9个嘛，就差2嘛。对，很接近了。哎呀，都不知道聊啥了，一下被他们给整懵了，太刁钻了。嗯，我觉得最后一次他们应该会让出来。完了，我听到喊耶了。你答对了，那我们也走过去先排上嘛。相亲结束。就剩咱俩了，有没有最塑料姐妹花奖给那个最后一对评一下？我们有这个时间等他们，让他们继续答。哎呦，来吧。如果要去荒岛，武大靖会带王鹤棣还是王传君？我能用嘴答？可以。嗯。好，来，请展示。王鹤棣，王鹤棣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仨在一起录过一个别的节目，然后他俩就是很亲密。是，就是。下一组来吧。现场除了皇子之外的其他8个人里，迪哥最想跟谁一起参加青环的第6季？他会写什么呢？你对他的了解。三、二、一，请展示。耶、yeah. yeah.。刚刚都给我送到家门口了，还不吵一吵？我写这个的时候我都没看板子。来，你们要不要再试一下？
可以了，我们可以了，我们知道了。但我们其实已经输了。来，西宁刚刚拍过的电视剧是？我们俩第一轮就聊了这个话题，非常的自信。为什么不第一局问啊？三、二、一，请展示。哇，答对了！我们俩第一轮就聊了这个，为什么第一局不问？你最近刚拍完的什么戏是什么？叫《我的妈妈是校花》。这剧名倒挺好看的，这个，这剧名我爱看啊。你爱看啊？还没播呢，你爱看、啊？好的，恭喜两位学长，第一轮第一题就答对了，所以两位学长。又守住了这个校园人气王的称号，又拿回来了！哇，又拿回来了！恭喜两位学长。